来个原味大爆头。原味不过瘾，来两个超大号的老虎虾。一只虾吃掉了两天的生活费，老铁能不能给个双击？这是我见过最大的蛋黄了，来尝尝是啥味儿啊！上点辣椒油。点火鸡面条料，听说这玩意很腥啊，不上足料不敢下口。嗯，老铁给我个双击啊！啥味儿？火鸡面条料味儿。嗯，给你们看看里面。我的天呀，这是没煮熟的鸵鸟蛋。好久没有吃辣面条了，今天一定要来过过瘾。哇，这东西好久不吃，嘴巴是真馋呐，必须是爆辣的啊。嗯，深海里的大美瞳，今天来个爆辣款的啊！辣椒、大蒜，必须来个多一点，再加一点。隔壁老王天天上热门，一天涨10万多粉丝，不拼不行啊！哇，的天哪！咬到芥末了。